一做饭我就害愁啊，愁的，哎呦，不知道吃什么，吃八爪，吃小蟹，现在是吃母蟹的时候了，知道吧？一定要吃母蟹，小鲍鱼，哎，这小虾，耶耶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一锅爽，来点醋，酱油是加咸淡味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个老抽，哎，多加点老抽，记得给个双击哈，别忘了，给一个双击，15分钟炖哈。抖音